我觉得不怎么，就是挺好的，就是政府它肯定是为人民考虑才出的这个政策，但是说天气没有达到想象的那么严重是个好事情，但是这个预警的话我还是比较赞同的，最起码让人们心里有个准备，然后经常预警的话可能大家对环境保护也会越来越重视。我觉得政策更严重一点，因为它毕竟就是说明天后天就可能要雾霾就更严重了，所以说提前发布的话我觉得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，那样更好一点。要不然的话像今天虽然不严重但是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样更好。